发型师，我叫 Z。 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 Z 来，就是帮我们当 model， 然后一起介绍开架彩妆。开架彩妆， Z 有没有买什么开架彩妆？有，我有都买屈臣氏跟康仕美比较多。真的哦？嗯，那你有加入会员吗？要几点了？康仕美有，屈臣氏没有。康仕美屈臣氏一定要加入会员啊。但是我只有康仕美才有。真的好，台湾其实很方便，因为屈臣氏、康仕美、宝雅，甚至还有哪里啊？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在卖开架的彩妆，像现在的什么日曜本铺，其实都有在卖开架彩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说，2017年有什么开架彩妆可以买。今天除了台湾屈臣氏买得到的，也有介绍一些韩国的、美国的，或者是日本的开架彩妆，然后来介绍给大家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马上要开始哦。首先呢，我们今天选的第一款是日本的隔离霜，其实它现在是叫做滴滴霜啦。然后它其实我们都会把我都会直接把它拿来当隔离。那刚刚已经帮 Z 先上了乳液隔离乳液，让它先保养，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上隔离霜。它挤出来滴滴霜。它挤出来其实就有点肤色的颜色，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简单出门，你可以就是上薄薄的滴滴霜出门，其实就非常足够了。对，那滴滴霜跟滴滴霜差在哪里啊？
BB 霜主要的是、嗯、BB 霜是最早出来的东西、嗯、那 BB 霜的话主要是以遮瑕为主，它其实最早出来是因为为了让医美过后的你做完医美光疗医美的雷射之后，然后它就是可以让你比较有遮瑕度的意思啦，然后叫做 BB 霜、哦、那 CC 跟 DD 呢？BB 是最早的嘛，然后再来就是 CC、嗯、CC 就是多了它的颜色出了更多，然后主要是主打校色，就是让你的肤色可以更均匀，然后不会像最早的 BB 霜的时候擦起来很白，就你去夜店会很像看到鬼，有没有？因为光打下去就会像鬼。嗯，对，所以这个是 CC。 再来 DD 的话、嗯、DD 就是再更进化了，它就是 All in One，它就是结合了遮瑕，结合了保湿，也结合了校色的功能，所以它也多了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那它也出了同一个产品，它也出了什么保湿啊、遮瑕啊，就是会有不同的不同的功能、不同的颜色，然后来去做分类。那当然，其实东西真的非常多，所以怎么选择，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现场有试用，就找一天素颜去试用。嗯，对。其实我最常跟大家讲说，哎、欸，我们现在大家都问我说，丁丁有没有推荐的开架彩妆啊什么的？我跟他讲说，屈臣氏超方便，到处都有，所以你就素颜去屈臣氏试完之后一整天，你就会知道说，哎、欸，这东西好不好用？嗯，这东西持不持久？这东西会不会很容易晕开？会不会很容易？让你有 OLAN 啊什么的，嗯哼，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先去试试了之后再说，这样子我们也会比较知道说，哎，这个产品的感觉怎么样？因为现在开价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能够选择的东西也真的很多，所以其实一定要去试试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到底好不好用。对，你看我们有那个同学，这个叫喵。是喵吗？他说屈臣氏礼拜六还要打77折、嗯，而且他就是在很多时候，然后礼拜三还是礼拜五，就是你有信用卡都还可以再打折，所以其实我觉得超方便。哦，对，所以像我这种很懒的人，就可以一次买用DD霜上整脸。其实可以可以、哦，像我就像你以前你是平常很少化妆，对。我觉得如果你平常很少化妆，其实像这样一条、嗯、其实就真的非常足够了，因为如果你也不太会化妆，你也不想要化什么妆，可是出门一定要，台北空气这么脏，然后又容易有脏空气有紫外线，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因为如果你只擦防晒又觉得可是肤色还是不均匀啊，那像这种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那这个的话是我在日本的药妆店买的。嗯，其实好像微风楼上那个叫什么、啊、大创，不是大创，台龙首创、嗯，台龙首创馆好像也有卖。对，那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怎么买，哎，其实虾皮啊、网络啊，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选购到这些商品，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或者是代购，然后朋友一定会去。朋友一定会去日本嘛？去日本的朋友一定最多。嗯，对，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子。高雄大太阳，那就前面再加一个防晒，就是擦一个防晒乳，然后再加这个，嗯，对，就可以了。那其实像你的皮肤状况，其实还 OK，、嗯、就是局部泛红、嗯。那我们就是上完这个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上隔离，上遮瑕膏。那今天要介绍的遮瑕液啊，它其实是像这样棒状的，然后它有分，其实它有分好几个颜色。我这次去韩国发现，台湾的颜色就是还比韩国颜色再少一个，因为我这个在台湾康师美买到的，嗯、那韩国还多了一个颜色。可是因为我觉得颜色有点不太，我没有那么喜欢，所以我自己就没有买。那遮瑕棒的好处其实就是你。像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点直接用、嗯嗯、然后它很方便的是就是像我还蛮推荐我的好朋友我都有叫他们买、嗯、就是你现在出去上班到下午三点了然后开始脸有点暗沉或是鼻子擤鼻涕啊过敏啊脱妆、嗯、其实就可以用这个上一点点薄薄的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那我们要怎么遮瑕呢？你就把它点在黑眼圈的这边，轻轻点一点点就好，真的不要太多。嗯，点完之后呢，我们就用我们的指腹，用无名指的指腹，嗯，然后轻轻的在眼下这样点，轻拍就好了。嗯，对，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它也不会太厚，也算还蛮保湿的，然后不要擦太多。嗯，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黑眼圈最大的迷思就是我要擦的很多，嗯，才遮得住。对，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迷思，我每一集都要讲一次这件事情。嗯，遮瑕膏擦越厚，遮瑕膏黑眼圈就会越明显，看起来就会越脏。嗯，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擦得很厚才能遮得住，没有，一定是薄薄的上，一层一层慢慢的上，才会上得够久，上得够匀，然后颜色才会遮得住。当然颜色也是一个很大的方式，像自己的皮肤非常白，嗯，那我们就选了比你的皮肤再深一个色号的遮瑕膏，然后遮在黑眼圈的位置。嗯，对，就是不要想说我的黑眼圈很黑，我要用很白的，没有。其实你看，你有看过路上东区有些妹妹有这边超白？对，因为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上嘛，也就是没有看我们的节目，嗯，然后就会不知道怎么用。那像这样子的话，就会看起来很好笑，因为你就这边整个超白了嘛。嗯，对，就会，对对对，就会一块这样子。嗯，对啊，用刷具比较好还是用手？用刷具的话也可以。其实如果你是下午补妆，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用手就好，因为方便嘛，你刷具不一定会带在身上。那平常如果家里你有愿意买刷具的人也可以，那你就是点上去之后轻轻的刷。用刷具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上得更匀，然后不会有指腹的，完全更不会有指腹的痕迹。因为其实像有时候有些人的那个力道没抓准的嘛，就很用力的嘛，因为自己的脸就超随便。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会第一个会让眼周容易有细纹。嗯，第二个是就是你的会容易没推开啦。嗯，那有些人为什么刚刚说无名指？其实无名指啊，是我们手指头里面最少用到的小指头，最少用到的小指头。嗯，那对它的那个力道啊，会是最轻的，跟你用中指比起来，因为中指我们其实平常比较容易用到。嗯，所以其实大家会，你去注意看，你用无名指拍你自己的脸，跟用中指拍你自己的脸，那个力道就会不一样。嗯，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用无名指来点。然后刷具不太顺手或者刷痕，第一个是刷具没有选对，第二个是你的刷具可能不够好，也有可能。然后会有刷痕，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粘在手上的时候就是量太多，你就直接去遮在黑眼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通常沾，我现在整个刷子都沾满遮瑕膏了，可是我不会直接就去遮在眼睛上面，我会先在旁边把它稍微推薄一点，刷子上面可能只剩下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一点点的量，然后刷在下面的位置，然后你会感受到其实我现在真的很轻。嗯，我没有很用力，因为越用力啊，我现在刷子一用力，我就会把我刚遮的遮瑕膏又拉回来我的刷子上了。嗯，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轻轻的上，轻轻的在眼下这个位置。黑眼圈最大的问题通常是这一个泪沟，所以我比较建议就遮这个沟就好了。嗯，不要一定要遮到前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遮到这个叫做卧蚕的位置。卧蚕一定要就是留着，因为卧蚕是我们的桃花呀。对，所以就是一定要留着我们的桃花嘛，不然你为了爱漂亮啊又没桃花啊，不是弄漂亮干嘛。嗯，对，遮瑕的刷具要用什么款式的？其实你们会看到它比较偏向貂毛，它比较有弹性的那种毛，不会像我们眼影刷的这种，我们眼影刷是属于比较松软的毛，像这样眼影刷都会是比较偏松软的。那遮瑕刷的话通常会是比较像这样子，它是比较像应该貂毛的感觉，然后它是会有渐层，从短的到长的这样子。对，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那你也可以上网打遮瑕刷，遮瑕刷的话就是会看得出很明显。其实这两支这样比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差别在哪。一般我们的刷具就是像这样很松软，眼影刷这样很松软，毛很松，像什么松鼠毛啊这样子。对，然后像遮瑕刷的话，就会像这样比较有弹性一点的毛，比较硬，对，稍微硬一点，比较有弹性一点点的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像另外一边，我们现在就用刷子示范。然后要记得不要把上面的卧蚕遮掉，卧蚕遮掉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五官会变很平。嗯、所以我们其实像我们平常工作拍照，嗯、就是像我们出外景有没有去帮拍杂志啊、嗯、拍平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跟摄影师说卧蚕不要修掉。对，因为脸会变整个很平、嗯，对，然后五官就看不到了。对，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整个都遮掉，除非你真的黑到不行。可是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啊、嗯，对，而且留一点点阴影其实是好的。哦，那眼袋呢？如果像他说眼袋的话，眼袋通常是在这个位置哦。嗯，对，眼袋大部分我看到有眼袋的都是有一点点小小年纪了，然后眼袋其实会遗传。嗯，对，然后。所以根治它的方法就是，我跟你说，大概到35岁、40岁的时候，你就去把它抽掉，这是最快的方法。因为眼袋是不能遮的，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化妆师不是神，化妆师的工作是我把不颜色不对的地方变成颜色对的地方。你的痘痘泛红我可以遮掉，嗯、可是你的脸凹凸不平是我没有办法救你的。嗯、所以也就是说，眼袋凸出来，我只能让它稍微看起来比较不那么明显，可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让它就是哦整个变平的啊，这么厉害的整形医生就不用干啊，对不对？那化妆师收费就要再更提高了。对对，但我前阵子有一个非常红的那个。消眼袋的眼霜是一个国外的牌子、嗯、它就是推了之后会好很多。对，但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嗯，还是早睡早起最重要。对，然后运动、嗯、然后眼周眼部按摩我觉得也很重要。嗯，对，就是舒缓眼部压力啊，不管是像什么 Awesome 他们都有出那种温热眼罩，或者是你可以买那种那个日本很流行那个温热眼罩，有没有、嗯、那个热热的眼罩，这样抛弃式的那个，对对对，抛弃式的那个，你晚上敷其实会让眼睛比较放松，是好很多的。对，好，那我们遮完了之后呢，其实遮瑕棒除了遮黑眼圈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遮，就我们鼻翼泛红的位置。哦，因为我常常过敏，所以我鼻翼超容易脱妆的。鼻子这边、嗯、对不对？那就是很适合这种东西，它就是你就是这样把它点在这，一样就点。嗯。然后一样，你也可以用手把它推开。把它推开，对。然后我刚好看到前面有人问我眼遮黑眼圈要用什么颜色，对不对？遮黑眼圈要用什么颜色？通常如果你的黑眼圈是有点 OK 的颜色，就要选择有点带红色的遮瑕膏。所以刚刚前面有人问我说，哎、欸，为什么我那个有人拿口红来遮黑眼圈，有人刚问说黑眼圈跟、欸、遮瑕膏跟口红要用哪一个，用遮瑕膏好不好？口红我觉得是一种急救，然后你也不一定选对口红，然后如果口红很干，或是口红太湿，或是你选到有亮片的口红，不就糗了吗？对，所以我觉得你要遮什么地方，还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尽量不要就是，我觉得不要让，我觉得用口红是可以急救啦，但不适合，因为像好，我也有一个不是开价品牌，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然后。他们家的遮瑕膏就出了两个颜色，那两个颜色的用意就是红色就是拿来遮在黑色黑眼圈的地方，对。然后我刚刚说黑眼圈带红的要遮什么？遮有点像藕橙的颜色，黑黑绿绿的，嗯，就用那种。如果你是咖啡色的，你就用黄色的遮瑕膏遮。哦，对，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真的很细的去探讨研究的话，那当然就是可以再买更细。那像今天介绍的开价，除了开价，我觉得。很适合给刚学会化妆的人、嗯、或者是像你
很少化妆的人，就是平常淡妆出门的人、嗯、我觉得这种就非常 OK 了，对，已经比你跟平常一样没遮来得更好了，更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没有一定要就是要买到怎么样子，只要是你觉得用了顺手好用的都可以，当然切记这条膏最怕的就是看起来很黑，看起来很干，嗯，对，因为、嗯、超容易，对，因为眼下容易干，对不对？一遮瑕膏一干，就会看起来一条一条一条，对，看起来就多了五岁，对，对，嗯，所以也要小心的避免这个问题。欸、那如果我在上妆前就是一直疯狂的保湿，在这一块有办法急救吗？有，可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你平常的保湿、oh. 平常做好保养才是最重要的。对，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妆前有先上了一些保养的东西。Oh. 其实为什么妆前要上保养？我起床我可以直接上保养啊。但是其实你如果平常不保养好，平常为什么脸会干？因为脸一干之后会脱妆，或者是会出油。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肌肤里面是水跟油，它要是平衡的。嗯、oh. ，当你水很少就太干的时候，油量就会大增，所以有些人狂出油，一部分是因为油水不平衡，水变少了，油大增，所以它油一直爆出来。哦、oh. ，对，那另外一种人是像我们，就是很干，水也很少，油也很少。嗯、那怎么办？你只能赶快把水补满。嗯，对，然后让它去更容易吃妆贴妆这样子。对，好，那因为像 Z 平常不太化妆，所以我们也不要上很厚的粉。那Innisfree 的控油蜜粉，我觉得就是简单好用。那它其实是没有颜色的，对，透明的，就是白色的蜜粉、嗯。那怎么用呢？其实我不建议你上到全脸去，我觉得就是刚刚鼻子稍微遮一下，下巴 T 字，黑眼圈可以稍微轻轻压一点点，这样就好了。对，因为。为什么这不压整脸？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因为你的脸比较干，嗯，当你上了粉，脸就一定会更干，嗯，对，不是有只要有刷具就可以，因为有些刷具使用的方式是多功能，有些刷具使用是多功能没错，可是也不是每一个刷具都可以用在同一个地方，然后还有我不相信你们。都有每天洗刷子的习惯、嗯，我不信。所有人的刷具那个化妆包打开都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不相信，好不好？除非你真的可以每天洗刷子，然后你洗完做完一个步骤就洗刷子，但不太可能，因为眼影刷跟遮瑕刷绝对会是分开来的两个东西。嗯，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到眉毛。眉毛今天要介绍的是 Instagram 的眉粉。我觉得眉粉大部分很多品牌都有出，都很好用，开价的就超级好用了。这个是我平常自己用的，嗯，我自己平常其实也很爱用开价品。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我今天介绍的很多东西都反而都是我自己用的，嗯，对，就是工作上或者是我自己画我自己的时候也爱用的产品，嗯，对，哎呦喂，然后我觉得眉粉的话，反正它里面都会有附一个小刷子，可是因为我自己平常用不习惯里面的小刷子，所以我自己都有另外一个眉刷。那眉刷通常长什么样？眉刷通常会长像这样，斜口斜，就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斜口，然后会是斜的。为什么要是斜的？因为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它刚好是一个斜斜的角度，所以会是有一个斜的样子。对，那刷子里面那个盒子里面也都会有附，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先用浅色的，浅、嗯、色的眉粉呢，我们就放在后面，先打一点底的颜色，不要让那个，我们先用浅色的先稍微打一点底，先把眉毛的形确定出来。哎、欸，我们都没有叫大家分享哎、欸嗯，对啊。希望大家赶快来帮我们粉丝团按赞，然后直播按赞，分享影片。今天送口红、嗯，而且口红今天是我自己准备给大家的，然后我自己也很爱用，因为这里有一个，嗯、而且是我一定要表示我真的是我自己爱用，因为真的有用过的痕迹、嗯，而且因为我自己
平常出门我觉得很方便，所以我今天有准备口红给大家这样子。在这边今天有准备口红给大家。好，眉粉是笔还是膏？眉粉是粉，眉笔是笔，眉膏是膏，所以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好，我们先用里面的最浅色，然后先画在，先把眉峰定出来，然后再慢慢往前，然后确定位置。然后我其实都有告诉大家，就是斜口刷有一个很棒的方式啊，就是你可以这样粘，然后刚好这样子就是一个眉头的型了。哦，对，就是你不用担心你的眉头没有型，其实你看到你定上去那个眉头的型就出来了。对，然后型位置确定之后呢，我们换另外一边，一样用浅色的先稍微打一点底。你眉毛比较淡耶，你平常眉毛很困扰吧？超困扰，我一定要，对，也是要先用一层那个眉粉，然后再用眉笔再去加深它的颜色。我眉那你自己眉粉用什么牌子的？我用 Kate。哦，Kate 也是一个超好的牌子，因为我前阵子自己在我自己的 Instagram 有介绍，就是 Kate， 我因为我常会在我的 Instagram 分享一些化妆品的东西啊，或者是我发现的小新奇小物，然后我就会去屈臣氏看到，我就会跟大家讲说，你们赶快去买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刚好看到 Kate 买眉粉送染眉膏，才300块吧，还是350？现在还有吗？现在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有一阵子，因为很蛮久一段时间的，对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中间的咖啡色，一样从后端开始加深颜色，然后慢慢往前。好，大家会说为什么我们要从后面往前画？因为眉毛的颜色就是后面比较深，前面比较浅。如果你后面很前面很深，后面很浅，就会变得很好笑。嗯，对，所以我们一定是从浅的画到深的，从对浅的画到深的。所以我们从我们沾刷子的第一下一定是最粉最多的嘛，所以颜色会最浓，所以我们就放在后面，然后再慢慢往前。到了前面之后，眉粉就会变越来越少啦，然后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淡？对，好，然后我们一样选中间的咖啡色，然后从后面开始，然后慢慢往前画。你自己每天眉毛画很久吗？很久，困扰、超困扰，而且我完全没有毛，所以要画很久很久。啊，这样至少要半个小时吧？没办法，半个小时，真假的？我每天化妆只有10分钟哎、而且快一点是5分钟，如果很急的话是5分钟。我一天当中最久的时间就是在眉毛上面，对，超久。不，我们下周来讲眉毛好了，就是单独来讨论眉毛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来好好的研究一下眉毛到底要怎么处理，好不好？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画眉毛，我们下礼拜来好好的讲。然后大家一定要回来锁定我们的直播，然后分享按赞，然后粉丝团按赞，然后去我的粉丝专页按赞，还要就是分享我们的影片。我们下礼拜可以好好讲那个眉毛。然后日刚刚已经答应我，他下礼拜还要来当我的 model。所以下礼拜你们就可以看到完全没有眉毛的我了。好刺激哦！超刺激！你有觉得很紧张吗？还好啦，算了，人生嘛。好。对，我们要觉得感谢自己可以这样鼎力相助。对，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最深的颜色怎么办？泡泡眼，我们等一下画到眼睛的时候，我告诉你，好不好？先让我把眉毛的处理完。对，好，那我们眉毛画完之后啊，因为自己的眉毛比较淡，那我们要怎么让它看起来比较浓呢？哦，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画眉毛还要有一个小工具叫螺旋刷，就像这样子。然后大家看到螺旋刷平常都长直的，像这样直的，可是呢，我自己会把它弯成像这样，有点45度角，这样比较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刚好长。那这样子的话刚好这样。啊，你如果是直的，你是不是就要这样？对。啊，你把它弯的，弯成弯的，你就可以就是这
这样子。那螺旋刷的用意是什么？螺旋刷的用意就是当你画得太浓，或者是颜色，或者是画出去的画不对了，它就像一个小橡皮擦一样，它可以把你刷淡，然后再去校正你原本的位置，这样子。所以力道也不能太重。对，一定要轻轻 的。其实你看我刚刚在对你动作上面都是非常轻、嗯。其实化妆啊，一定要很轻很轻这样子。对，好，再来我刚刚说要怎么让自己的眉毛看起来变浓、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拿快干掉的睫毛膏。什么叫快干掉的睫毛膏？像这样子。就是睫毛膏拉开来，里面已经没什么睫毛膏，然后干干的，然后可是还是刷得出一点点颜色的这种。嗯，对，我们今天两边用不一样的给大家看好了。好，可是因为这个睫毛膏不是开架的，可是没关系，大家就想快干掉的睫毛膏。那我睫毛膏的颜色我要选择黑色的啊，黑色的，对，哦，对。然后你在刷的时候一定要很轻用，因为像自己的眉毛真的很淡。所以我们就是真的用很轻很轻的方式、嗯、因为不然会把我们刚画的底色画掉。嗯，然后有很多人就会讲说，哎、欸、丁丁我没有画眉毛，我平常都是用一支染眉膏这样涂一涂我就出门了。嗯，可以，没有不行，除非你今天的眉毛的毛很多，可是如果你没有毛，你只画染眉膏是没有用的。嗯，染眉膏的用意就是像染头发一样，你要让头发有颜色，你要让眉毛有颜色、嗯、所以你不是哦，我涂染眉膏就可以了，除非你现在眉毛很浓然后很足够、嗯、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对，但是不适用于我的扫毛上。对，如果 毛很少就真的不适用、嗯、那我们刚刚讲说另外一个是染眉膏。染眉膏的话现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品牌，那我们现在用的是韩国的开价品牌 Etude House。我上次被我妹妹纠正，然后因为英文不好被我妹妹纠正，你知道吗？没关系，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艾丽小屋，那个淘宝上面的那个名字叫艾丽小屋。对，好，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就好，因为这是一个韩国非常红非常红的开价品牌，好不好？然后我现在选的是很深的深咖啡色。嗯，这个适用在哪里？适用在眉毛很浓的人，像我眉毛今天画的比较浓，我也可以这样刷，刷一刷的话，头就会眉毛的毛色就会变稍微淡一点点这样子。对，那如果像你的话，我就是因为你毛更淡，对，所以如果你不想，如果你没有睫毛膏，没有办法更浓的话、嗯，那你就可以用像这样深的深一点的染眉膏。嗯，对，让眉毛的颜色变深。但我比较建议你用那个啦，快干掉的睫毛膏。睫毛膏，对，会比较好，因为这个还是不够。哦，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比较。嗯，对，其实你看两边啊，现在镜头上右边的眉毛就看起来有一点毛，对，左边只是看起来像雾化掉的颜色、嗯、对、嗯、所以其实两边的差别就会有点不一样。嗯，对，有，我看到我的毛有没有这样看起来就会有一点毛。嗯，镜头上看起来其实这边的毛就会看起来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另外一边看起来就会比较不容易，就看起来像没有毛啦。嗯，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眼影了。刚刚大家、嗯、刚刚有人问说眼睛泡泡眼要怎么办。眼睛泡泡眼，嗯，不要选择珠光太大亮片太大的眼影，对，然后不要选择太浅的眼影，不要选择太白太亮的眼影，因为如果泡泡眼的话就会看起来容易眼睛就看起来这边、嗯，碰碰嘛、嗯、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今天 Z 的眼睛算是其实算很大也很标准，所以没有这个烦恼。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是那个叫什么眼影蜜。上礼拜其实我有介绍一次眼影蜜，是就是在你出去海边用的时候可以就是会比较持久吗？就是应该是说我不用上到粉，我就上了眼影蜜，然后有一点颜色，然后有一点妆感就可以了。那它防水？眼影膏的话，如果你要单靠它防水，当然一定不可能。嗯，对。可是如果你是要让它有颜色，然后它又不会像粉一样掉的话，它一定会比眼影粉再持久一点点。嗯，
对，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它很明显又不会掉，要双重的话、嗯，就是像我们等一下这样子，眼影蜜再加眼影，那它颜色就会很足，嗯、然后也会更明显这样子，妆、嗯、感会再更足够一点点。对，那我们今天的眼影蜜的话是 H&M 的哦，对，有哎、欸，现在 H&M 好像国外都卖的彩妆品都还算蛮多的，而且都不贵。而且还蛮好用的，对啊，其实以评价来说，他们家算我觉得算还不错，而且还蛮特别，因为想说 H&M 大家都是去买衣服，怎么会有人去买化妆品？对，对我就是去买化妆品，对，我已经有出国，真的可以去买。我是在好像在意大利的时候买的，对，当然大部分国外的 H&M 都有，希望以后台湾的 H&M 也可以开始慢慢进这些东西、嗯。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用担心，因为。代购一定买得到、嗯、拍卖一定买得到、嗯、对，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买不到东西。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眼影蜜就是像这样有点贝壳的粉金色、嗯、淡淡的金色这样子。第一次用、嗯、它里面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像唇膏的那个棒子的样子、嗯、对，然后我们先把它粘在手上。一种是你可以直接在勾在眼睛上，可是因为像这个很新，它就很湿，有没有？嗯。太多就会让眼皮太多，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上的，我们先在手上上，嗯，先用手沾，然后手沾一沾之后，因为你现在这样沾，其实你会看得到那个量真的很多，有没有？蛮厚的。对，所以你可以真的沾好之后。如果你不想要直接这么多上去眼睛上的话，你就在手的另外一个部位稍微拍拍、嗯、手指上还是有一些些，然后闭着眼睛，然后在眼皮、眼褶跟整个眼窝都可以擦上去。嗨，是嘎嘎，谢谢我们的嘎嘎。那个富锦街要上映了，然后他在里面饰演一个吸毒犯，但很适合他，也不要这么说啦，他只是黑眼圈厚这样子。好，那个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嘎嘎，因为他在《富锦街》这部戏里面也付出很多，也很努力这样子，好不好？谢谢嘎嘎，嘎嘎刚刚今天上来看我，哦，已经上映了，我被骂了，好，大家一定要去看，好不好？大家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相关讯息请上 Facebook 去找，好吧，或者是你上嘎嘎的脸书专页就可以找得到了。好，回到眼影蜜，不要理嘎嘎了。嘎嘎，我们眼影蜜呢就上眼褶上面，然后薄薄的擦，然后不能太干哦，因为太干就会容易结块，所以你可以就是上的不能太多，当然不能太少啦。嗯，对，好，张开。镜头上现在这样拍得到，哎，拍得到，我们会看到眼褶上面其实多了一点点亮亮的粉。对，那为什么选像这样子的淡淡的淡金色？主要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上的眼影是比较深一点的咖啡色，那它其实也有出比较深的咖啡色，就是你可以单擦它，你就可以出门了。嗯、对，就是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就像我上礼拜介绍的那个。YSL 的眼影蜜一样，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这样子。所以我先上这个，再上眼影的话，它会比较吃妆，对不对？会比较显色。哦、oh. ，对，其实眼影蜜跟眼影膏的作用都是让它看起来比较显色一点， oh. 对，显色啊，然后比较贴一点点这样子，对。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要上另外一边，嗯。那一样吼，我们就先挤一些些，沾取一点点在我们的手上。它是干的很快吗？嗯，其实它干的蛮快的， oh. 像我刚刚讲话就干了。所以上这个速度要快，对不对？其实也不是啊，就是不要像我一样废话太多， oh. 不要不专心化妆。嗯，对对对对，像我就是平常化妆很快啊，但其实还好，因为你就大致上推一推，其实眼睛上面就会有一个。颜色在了，嗯，对，好，上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上眼影了。这支眼影要介绍的是3CE，
其实我有点不太把不知道把三 C 要自归类在开架还是专柜，因为我觉得它的东西也到了专柜的水准，价位又没有到开架这么的便宜，嗯，就是它比开价再高一点点，比专柜再便宜多。那在我的心里，它还是开价式，嗯，因为我觉得它算是开价里面有质感、好用，然后又卖得好，品牌的行销企划，我觉得做得超好。对，你看它整个很迅速的串红，我觉得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品牌，然后那种包装超有质感，嗯，对啊，就是东西什么都做得很好，包括口红、指甲油，嗯，对，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的厉害啦。对，那好，我们今天选择的眼影啊，是像这样咖啡色大地色系，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safe 款的眼影。嗯、上礼拜我收到一个私讯，那个一个妹妹问我说：“丁丁，你觉得我眼影到底要用？”要买什么颜色好，什么牌子好？嗯，开价的话，我非常推荐 Kate， 就是屈臣氏买得到的话、嗯、，Kate 非常非常的好用，然后便宜，300多块而已。对，然后超多颜色可以选。嗯，对。我们谢谢网友分享，是月儿吗？我最近在看一个大陆剧叫《楚乔传》，然后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宇文玥。所以我才会认识这个字，叫月儿。对，好，哎、欸，嘎嘎也有帮我分享，谢谢嘎嘎，你就是小贴心啊，你这个导板真的是贴心的不得了。你什么时候来当我的 model？ 而且不公平啊，我就是吃醋，你为什么来帮 Fox 没帮我？凭什么？你跟我的感情没有跟 Fox 一样好吗？伤心啦。好，不理他了，我们现在认真化妆。嗯，好，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用两个颜色就好、嗯、通常像这样四个颜色怎么选择？一种就是浅色的，最简单就是浅色的打前面，嗯，中间的颜色可以打眼窝，深色打在后面的眼尾的位置，嗯，对，那深色的两个颜色也可以画在下面的位置，这样子，嗯，对，所以大家常常会说，哎、欸，就是我到底要一盘里面有那么多颜色怎么办、嗯、我跟你说 Kate 就是有小贴心，他就是在后面告诉你一二三四，对，所以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择，可以选择像那样子的眼影。对，好，然后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第一个颜色，我就把它一二三四好不好，这样大家比较好那个分辨。丁丁吃醋，丁丁就是个爱吃醋的家伙，而且就是小心眼，很爱跟人家计较嘛，超爱跟 Fox 计较。对，我每天回去都在看直播，他分享了几个了，你们还不赶快帮我分享，很伤感呢。他送吹风机是不是？我送口红哎。好，好，我们今天用第二个颜色。嗯。那口红很好用，好不好？吹风机，你家没有三台吗？我家都不知道几台吹风机，你家应该更多吹风机吧？三台。对呀、啊，谁家没有吹风机啊？口红，你看，送口红多棒，实用。好，我们选择第二个颜色，然后选择一支大支一点的笔刷，然后眼睛闭起来，刷在整个眼窝。刷在整个眼窝，但这一盘呢、啊，这一盘的问题是它亮片比较大。所以如果你刚刚讲的那个泡泡眼，我就不建议大家选择像这样的眼影、嗯、对，我就会选择比较就是亮片比较少一点，譬如说像、嗯、我今天也有带 Kate 的眼影、哦、我们等一下一边示范一个好了，好不好？好，我今天有带 Kate 的眼影。 我真的要说，我真的是自己抓用开架式的东西，我绝对不是为了今天的节目然后才去弄一堆开架的东西出来，没有。嗯、好，我们今天先，我们先把左右边眼睛画完。我看到了小鹿，嗨，小鹿，好久不见。好，那我们刚刚的二号色啊，一样就是打在眼窝这样的位置，整个眼窝都可以画满吼。好，好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一支小一个小一点的笔刷。有点口急，
然后在三号色。对，我也觉得颜色超亮，其实好像有点太亮，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也比较容易掉粉。可是我觉得因为它颜色又太漂亮，就是很难抉择，你知道，就是陷入一个两难的位置。好，然后我们选了刚刚的三号色，用小支的笔刷，刷完之后，在眼尾的位置加强，只刷在眼尾的后段哦。这个是最基本的画眼妆的方法，这个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好吧？就是用一个刷子把它涂上去，然后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是拿大刷子，两个界限这样子刷一刷。哦，把它涂均匀吗？对，让它比较有两层的感觉。嗯，就这样，这是最笨的方法。嗯，对，就很不聪明的方法，就是像这样子。但是这样也比较自然。我觉得非常好用，实用性超高。嗯，就是像我自己平常画眼影就是这样。嗯，然后就这样勾，我用手。对啊，我们另外一边用手画也给大家看好了。大家常会问说，我没有刷子怎么办？里面有附眼影棒是一种方法啊。如果很显色是眼蜜的关系吗？不是，因为眼蜜会让眼影显色是其中之一，第二个是你的眼影本身就显色。眼影显不显色，教大家，你去屈臣氏怎么试眼影显不显色，你就是这样，有没有很认真的，就是勾超多。嗯，勾，对，勾，像这样勾一个很多在手上。嗯，然后呢，你就在你的手臂上这样擦，有没有觉得有看到颜色吗？有吼，那它就是很显色。这个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试眼影的方法。对，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那个 Kate 的眼影，嗯，我也是擦很多，我用深色的颜色哦，然后去擦在手上，有没有？嗯，这就是显色。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屈臣氏直接这样推，像我每次进完屈臣氏出来都手都长这样。嗯，眼线笔还有那个眼线笔的痕迹啊，然后被加包过的样子，对对对，像被加包，就是各式各样的颜色这样子。嗯，希望大家赶快帮我们分享，粉丝团按赞，直播按赞，分享影片，然后我就送你口红，好吗？你们拜托，然后再去追踪我的那个粉丝团跟我的 Instagram。 虽然我的 Instagram 里面就是有一些我很无聊的生活照，但是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嘛，好不好？有我出国玩啊，可能看到什么有趣的啊。对，我上次去法国、意大利，去那个哪里，威尼斯的时候，满路都看到人家的亲嘴。为什么？就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啊。okay, okay. 然后你知道那个情侣就这样，然后就在那边这样拥吻，然后在桥上，然后旁边还有那个河，你知道威尼斯那个河，然后下面还有人坐那个贡多拉，然后那个贡多拉上面的船夫都会，就是贡多拉就是有点像独木舟，然后就是他们就会坐在上面，然后唱歌，就是唱那种声乐那种很好听，然后就是从那个桥下这样过去，然后那情侣就这样亲来亲去这样子，然后我就把他们拍下来，就发到我的 Instagram 上面。哦，所以去 Instagram 上面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拉波士亲嘴。嗯嗯嗯，很浪漫的法式亲嘴。好好好，不要再乱聊了。那个接下来啊，我们那个要用 Kate 来做示范。浅色的这个眼影啊，一样你就用那个粉底刷，大支的眼影刷。嗯，然后大家看我刚刚在那边这样敲，会看到粉。嗯，这样的用意是什么？用意是把那个余粉给刷掉。嗯，就是余粉敲掉之后，你就不会掉在眼下。哦，因为我每次有画眼影用这个画也是会这边会脏脏的。马上对 对, 对。好，那我们一样整个这样刷上去。大面积的刷吼，那刷的那个高度到底要抓在哪个位置？其实，在我们张开眼睛看得到的位置就好，大概再高一点点的位置就好，所以也不要真的太高，也不要真的太低。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一样选只小只的刷子，然后用深色，然后一样敲一敲，你就可以从后面开始刷，然后慢慢往上。好，我们越下面的位置是要颜色越深的位置，所以我们慢慢往上刷，用意跟我们刚刚的眉毛的方式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眉毛的方式呢，就是从后面比较深到前面比较浅，那下面比较眼靠近眼线的位置比较深，所以到往到上面去看起来眼线看起来眼影的颜色就会渐层到上面去，所以就是从上面这样下来，就是由浅到慢慢变深。变深。对。那我们刚刚说用大刷子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把上层的眼影跟下层的眼影融合在一起，不要有那个界限。对，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刷一刷。对，好，万一现在真的掉了粉怎么办？一种就是拿一个另外一个刷子，干净的刷子。干净的刷子怎么用？很轻，然后不能用擦的哦，用挑的感觉，就是有点用挑掉的方式。然后不要用，你如果用擦的，那个眼影粉就被划开了。对。所以一定要像这样子用挑的方式把它挑掉。对，好，完了之后我们的眼影其实差不多，其实现在两边眼影有点不太一样颜色，因为那个一边是 3C 的，然后一边是 Kate 的眼影。 Kate 我前阵子买了一个粉红色，我觉得超好看，我自己超喜欢。好，我今天没有带，因为在箱子里面，我今天没有带它出来。他们是后来出的吗？粉红色的。有一个，对，有点粉色。对。那你如果现在觉得你的眼影画太高了怎么办？就拿棉花棒像这样稍微推一推，其实就好了。对。然后我要插播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眉粉吗？这个通常只要有在就是常来问我问题啊，或是有在看我以前无聊的小直播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一种的同学，不是那种人的同学，好不好？你可以用最浅的颜色，然后拿一支大支一点、松软一点的刷子，选在最浅的颜色，要干嘛呢？我们要打眼窝，就在眼头的这个位置，这个窝。对，有感觉到我就是刷子一直在吐你吗？对，有，就是这样。好。然后呢，再慢慢往下刷。鼻顺便鼻影。对，好，你看我们现在看，其实鼻影的位置就会慢慢出来了，就是已经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对，然后我们现在把另外一边也画出来，然后慢慢往下刷。一定要记得这个不能画歪，因为一画歪鼻子就歪掉。就会像做坏的鼻子啊。对，我有一个朋友鼻子去垫鼻子，然后垫歪了，他鼻子是歪的。那怎么办？拿掉重做？没有，不做了，不能做了。没有，他就不敢再做了，因为给那就弄坏了，你还敢再弄吗？是我就不敢弄了啦。对，那时候他就没有再用了。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眼线笔的话，我们今天选择是有点咖啡色，因为我想说你有说你平常比较少化妆，所以我没有选择太深的眼线笔。对，那我们今天的眼线胶笔啊，就是像这样，它其实画上去，它其实很好画。现在很多眼线笔跟眼线胶笔变成像是歌仔系的哦。第一个原因应该是颜色的问题，因为你选太深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在沾的时候沾太多了，就是你刷子沾上去稍微一点点就好，不能很多。像我刚刚在画那个的时候啊，你在沾的时候有没有？我其实都轻轻沾一点点啊。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多，你就敲一敲，或者是在手上画一画，再去鼻子上面。化妆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少量多次，就是不要。你知道，就是我为了要它明显，我就要很厚。我为了要它遮得住黑眼圈，我就要很厚。我要眼影显色，我就要很厚。不对，所有东西都是慢慢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要选择最浅的颜色的原因在这里。慢慢打，慢慢慢慢叠上去才是重点。好，
然后刚刚讲的眼线胶笔跟眼线笔，眼线胶笔就是眼线胶变成做成笔状，叫做眼线胶笔。眼线胶笔有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容易干，因为眼线胶很容易干。嗯，眼线胶是什么东西？眼线胶就是这个，来，让我拿给大家看。没关系，眼线胶就是像这样。哦，这是超容易干的。对，那哦，这种平常要怎么让它不容易干？对，你就是画沾完，对不对？嗯。盖子，镜头帮我那个 tag 桌子一下，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那个眼线胶啊，嗯，现在沾完，对不对？沾完之后怎么办？你通常都会这样放着，然后再画嘛，对不对？嗯、不对，眼线胶笔一定要是沾完之后反过来盖，然后画。嗯，然后要用再把它打开。然后你现在要沾画另外一只眼睛，对不对、嗯？然后你就再把它沾一沾，然后沾一沾之后，然后盖子就是这样放着，对不对？眼线胶就这样盖上去。对，就像现在这样子。嗯，对，就是盖着，盖着的话它就不会干。哦，这样就可以增加就是它的使用度。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如果有眼线胶怎么办？你就是把它反盖。嗯，我通常都会这样盖子。我现在要画一只眼睛，我就沾沾沾，然后就反盖下来，然后就开始画。要沾的时候再拿起来再反盖，对。然后一定要把盖子盖紧，这个很重要。嗯，好，那当然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厂商也很厉害，就马上就在出了新的东西，就叫做眼线胶笔。眼线胶笔跟眼线笔的意思是一样的，都像蜡笔一样。那只是说眼线胶为什么大家觉得好用？因为眼线胶比较柔软，嗯，比较滑顺。对，那眼线胶笔也一样，就是它比这个好掌控一点点。那它是湿的吗？它这个它也不算湿的，它其实跟眼线笔很像、哦，可是它是像胶的感觉，就是比较滑顺一点这样子。哦，对，好，然后我们眼睛啊往下看、嗯，然后记得我们的眼线笔眼线一定要画在睫毛的根部，然后慢慢的往前推。眼皮啊，有点翻起来一点点，你可以画的比较清楚一点。你自己平常用眼线液还是眼线胶？眼线液、欸。眼线液。眼线液。嗯。好，那我们张开来看一下。哦，现在其实两边眼睛我觉得就有差别。嗯，眼线呢要画在哪个位置？我每次都跟他讲，如果这是我们的睫毛，你的眼线就要画在睫毛跟睫毛的洞的中间、哦。如果这是我们的睫毛，对不对？你就要画在睫毛跟睫毛的洞中。其实你看现在镜头上两边眼睛就会有差别。嗯，眼内眼线绝对是眼神最重要的地方。嗯，对，就是你要让你的眼睛有神。有神的话，一定要画内眼线。你画外眼线没有用，因为里面还是空洞的，嗯，对，所以画外眼线一定有差。其实你现在就算现在这样远远的也会有差，这边就是有点飘飘的感觉，嗯嗯，眼神不够明确，然后不够有精神，嗯，对。那我们现在把另外一边也补上，所以我等于是画在睫毛的根上面。对，哦，对，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纹内眼线？我常常都讲说，哦，因为我有纹内眼线。哦，对，我觉得纹内眼线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但是真的要看人。然后你如果没有满18岁，请经过你的妈妈同意。对对对，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会，嗯，啊，我也要那种，嗯，不要，觉得你要先很确定你自己的心态已经成熟了，你确定你做这件事情可以为你自己负责，所以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嗯。嗯，对，好，我们现在眼线画完了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只头很小很小，像这样子，嗯，很小很小的刷子。这时候要选什么颜色？选一个超黑的颜色，像这样，黑到不行，黑不拉几的这种颜色。要干嘛？把眼线往上晕一点点，然后就会让眼线比较柔化一点，比较自然一点点，嗯，不会一条这样子。嗯。好，我们一样往下看吼，然后推一推。如果有一些内双的人，他们就会想说，我眼线画超粗，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比较不流行像这样子的方式了，嗯，就是眼线画一个，然后闭起来看到一条黑的，嗯，很像海苔粘在上面，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这几年真的比较崇尚自然美啦，真的，嗯，就是越简单越好啊，你就是不要，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都有点弄巧成拙，嗯，对，不小心太厚，嗯，那像我们现在眼线已经晕好之后啊，眼神就会更明显了。其实我们等一下可以从镜头上看到，眼神变得更明显之后，有没有眼线也变得比较明显了，嗯？眼神跟右边跟左边对画起来又不太一样，嗯，这边的眼神就会又更加强一些些。要，嗯，带放大片吗？没有，没带。哎，嗯欸，你眼珠很大哎，欸。嗯，谢谢。因为我眼珠超小。哦，所以你有带。嗯，然后我变三眼白，就看起来超北蓝的，哦，看起来就白目，对，就是会看起来超白目的，因为就三白眼，你知道吗？我之前有买过通红放大片，然后结果有一次用到摄影片，就想说那我另外一边带透明的好了，哦，大小眼啊，没有，结果发现我两边真的没差，所以就浪费差不多半年时间都在买放大片，结果没差，哦是哦，嗯，超浪费钱的。但我现在都买变色片居多，嗯，对，就是比较没有买放大片，因为放大有时候就是会很像外星人。对，但因为我真的有点黑眼珠太小，嗯，对，而且你知道我最喜欢当场拆放大片跟大家讲说，真的我看起来真的差很多。我有一天直播，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的黑眼球有多小。我一定要现场拆隐形眼镜给大家看，我的黑眼球有多小，小不拉几的那一种，真的超级小，而且我妹都会笑我。那你妹没有？我妹没有，她还好，嗯，因为她眼睛没有那么大，哦，没有那么开。对，而且就是她都会笑我，跟我说：“今天赶快把眼镜戴上，你现在很好笑，嗯，看起来超像，就是看起来很笨，你知道吗？就是会看起来很凶吧？没有，就会这样掉掉的。”对，好，有人想看，我们晕完的想看吗，嗯？我有一集直播，我一定把我的黑那个放大片拆掉，超精彩，真的。而且我有跟我男朋友看过，然后他就说：“哦，你赶快带我去，你这样子真的很恐怖，这样子。”对，所以我本来要去雷射，你知道吗？后来想说算了，雷射可以让眼睛变。眼球变大吗？不是，我是说我想把近视雷射掉，哦，雷射掉，对，然后想说不行，那黑眼球太小会被笑，嗯，对。嗨，马蒂，是我们的王牌经纪人马蒂，你好，很久不见。好，我们现在假睫毛了，赶快假睫毛，今天话太多了。我上次有买H&M的睫毛夹，欸，哦，真的吗？嗯，也是，那你觉得好用吗？也是算人家送我的。还不错，就是 OK 啦，以开价式来讲，嗯嗯，开价睫毛夹最红最红最红的，嗯，一定是 Shiseido 的哦，对， Shiseido 有一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传说，嗯，就是你上网打好用睫毛夹，它一定是第一个这样子。好美哦，丁丁，你真的很少在那边跟我打对台的人，还在那边跟我那边装腔作势。真的是，可是你是我的恩人，没关系，你怎么样都可以。发师是我的恩人，嗯，对啊，我最近的 model 都是靠他，然后就是还要很可怜跟他讲说，你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这样子？对，好，我们的睫毛夹嘛，就是刚夹了一次之后，我觉得还有地方可以再加强，所以我再夹了一次。然后今天要介绍的是我每一集，每一集吗？第二集了吧？反正而且我们现在三集嘛，嗯，对，我第二集的时候有介绍过，还是第一，我应该搞不好每一集我都介绍一次，是那个 Etude House 的睫毛打底，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它真的超级无敌爆炸好用，好不好？如果你的睫毛就是插上去就会这样掉下来的那一种，嗯，睫毛有点不就是太重，没有办法翘起来的那一种。嗯，我想到了上一集的陈红妹妹。好，睫毛，如果你的睫毛夹不翘，那就要用这一支，好不好？用这支的功能就是你现在夹完睫毛之后，马上刷它。
然后它其实是透明的睫毛膏哦，然后你就马上刷它，马上刷完之后呢，一定要马上哦，再马上刷浓密的睫毛膏，好吧？然后这支睫毛膏也是韩国的，但台湾就买得到，台湾前一阵子超红，嗯，然后在屈臣氏也买得到。买到，因为他这那时候在屈臣氏整个卖超好，哎、欸，而且他的刷头很细耶，对，他很适合拿来刷下睫毛哦，对，因为他刷头很细，然后你要在那一支透明就睫毛打底干之前，嗯，赶快先刷它，因为睫毛那一支打睫毛打底膏干掉的话、嗯，那你的那个。你的睫毛就会容易塌下来了。那另外一种，如果你想要用，除了 Pelli Pella， 这就 Pelli Pella， 这两支有颜色是 Pelli Pella。Pelli Pella， 如果你没有，最红的一定就是 Maybelline 了，好吧？人人都要有的一支睫毛膏。OK， 浓密，然后又纤长，没有纤长，但它浓密，然后卷翘。对，我觉得非常好用，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嗯、对。那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刷，刷完睫毛打底之后直接刷它，对，好，在我们刷完睫毛打底膏，哎、欸，其实这样看得出来吗？大家有看得到吗？因为睫毛其实蛮长的、嗯。我们在刷完浓密型的睫毛之后，嗯、好，我们下一支就用纤长，一定要先浓密再纤长哦。对，哦，差很多哎、欸，有吼，睫毛就翘起来了，嗯、对，张开眼就有点像戴了很自然的假睫毛，睫毛嗯，对。那我们现在在用纤长的，这支头非常特别，你刚刚有一半的头是短的、嗯，一半的头是长的，你有看到？对，为什么？短的这个、啊、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刷下睫毛哦，长的呢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刷在浓密的位置，纤长的位置，因为这支是纤长，嗯，对，好，张开。那如果好一样，再推荐一支开架式的，哎，这支我有买，万年不败款，嗯、好不好、嗯嗯？万年不败款的恋爱魔镜的。嗯，睫毛膏，那个魔镜特别的是，它里面是梳子状，梳子状的好处就是会让它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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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顺便梳开啦，对不对？也不到梳开，但是它可以让它稍微比较根根分明一点。哦、然后他们家也梳超多，什么浓密啊、纤长啊、防水啊、卷翘啊，什么各式各样都有。嗯，对，所以非常好用，嗯，好不好？而且我觉得算是真的入门。一定要有的，对，超级入门款，嗯，而且像我自己，我真的是从小用到大嘞，真的、哦，嗯，讲这句话好伤感哦，从小用到大，嗯，从小用到大、嗯，好，我们在刷完浓密之后，现在又再更明显了一点、嗯，大家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会开始翘起来，好，然后我们另外一边一样吼，一样的步骤。刷上睫毛打底膏，睫毛打底膏刷完之后，马上刷睫毛膏，刷浓密。所以你说这些我在屈臣氏都买得到吗？买得到，屈臣氏、宝雅、康士美都有，日药本铺，嗯，你想得到的开价柜都有。不酷，对，而且。台北现在屈臣氏又几乎都是24小时。嗯，对啊，真的半夜、欸，我以前半夜没事就去逛屈臣氏，哎，因为半夜没有人哦，最好逛，然后没有人可以吵我，嗯、然后我可以慢慢试那些东西，然后店员也都不太鸟你。嗯，对，付钱的时候才会理你。对对对，嗯、店员都在顾柜台，所以他们也不太会理你这样子。嗯，对，那我们一样再刷上纤长。自己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有聊到他刷睫毛膏很容易结块。嗯，对，其实不是容易结块，主要是还是因为睫毛膏的问题，然后也或者是你刷的方式。嗯、那如果真的很容易结块，哎，你看你现在眼睛上面差好多、哦。对啊，就是张开来就，嗯，有没有就有睫毛了？好，那我们现在镜头上看得到，左边有觉得有一点点
结块、嗯，那怎么办？要推荐大家一个那个睫毛梳。店员都呼大陆来的吗？但大陆来的大妈不会在半夜去。哦，对，我跟你讲，而且那只有西门町那种，还有那个兄弟饭店隔壁那种屈臣氏才会有大陆的大妈。对，然后还有那个高雄六合夜市旁边。真的、哦，对，哦好、嗯，那个也都是大陆来的大妈、嗯，但你半夜真的大陆来的大妈半夜都回去睡觉，因为隔天都要去那个太鲁阁啊、嗯，对，故宫啊，没空去那个屈臣氏，所以你们就是半夜去。嗯、啊，如果你没有满18岁，不要半夜去，嗯，好不好？因为危险。瑞丰夜市，对对，啊，好，瑞丰夜市超多，那就不要去瑞丰夜市的嘛，好不好？好，回来。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一个睫毛的梳子、嗯、这个梳子其实也是开架式很好用的一个梳子，也是在屈臣氏 也都买得到、哦、对，然后它有小头，嗯，像小小的刷头，嗯，然后大大的刷头，对，好，它们密度有差吗？密度没有，密度一样，哎，差，大头的比较宽一点点、哦，然后小的比较窄一点点、嗯，那怎么用呢？你就是像这样子，像我们梳头发一样，嗯，把它梳开。那小头要怎么用？小头我就会用在局部，像刚刚我觉得这里有点结块，我就会用在这边。哦，对。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在刷完睫毛膏之后，用眉梳。刚刚讲过用眉毛的眉梳、哦，也可以像刷睫毛一样这样子把它梳开。哦、oh. ，对，这种也是一个方法。嗯，只是这个方法就是你没买梳子之前，你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这样用。那有梳子当然就会更好，因为它可以梳得更分明一点。嗯、对，来，我们张开哦。好，我们把它梳开来之后，睫毛就会看起来比较更分明哦。那，更分明。的用力当然就是看起来像比较自然一点啦、啊，嗯，因为我超怕那个结块，对，结块就会像什么，你知道吗？嗯、结块就会像蟑螂脚，哦，超像，对对，所以不要让它结块，嗯，对，好，我们上面刷完之后换下面，还是刷下睫毛之前，我们要先刷一点下眼影，下眼影呢，你可以选择一支像这样中的，不会太大，不会太小的眼影刷。然后选择浅色的这个，好，然后啊，记得你看我刚好在手上沾一沾，是因为不要让粉太多。嗯，好，看上面，我们做一点点在下面就好，有一点点颜色就好，因为自己平常是一个不化妆的女生，所以我们不能让她看起来现在化完妆出去，然后等一下人家看到她想说，哎呦，去哪？干嘛跪嘞？对，就是还是你，哎、欸，你等一下去喝喜酒、喔，还是等一下去哪玩？因为今天礼拜五嘛。嗯。对，所以我们不要太夸张。嗯。对。好，我们一样就是在下睫毛的位置刷一点点。好，现在大家很流行做一个假卧蚕。假卧蚕呢，就是用这个白到不行的这种颜色，然后刷在那个凸凸的那个位置，让它看起来很出来。好。嗯、对，那。我觉得做得好就好，做得不好就会很好笑。嗯，做得不好，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哪里怪你也说不上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做过，也不会做，就不要做。嗯，对，嗯、就是以 safe 的最基本的为主就好。其实我们这几次都在介绍比较简单的妆的原因，是因为老实说，因为现在开始毕业季了，然后大家就是开始。大学生也毕业了，高中生也毕业了。像我妹妹现在高三毕业，要去美国念大学。嗯，对，她也开始爱化妆，所以我也收到很多妹妹私讯来跟我说：“丁丁，我想要化妆，我要入手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我要买什么？你推荐我要用什么？”嗯，我不会推荐一个品牌跟你说你去买 Kate 买它整柜的东西，不会，因为我没有用单独一个品牌的东西。那化妆这件事情，我还是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练习、练习、练习，才会变得厉害。嗯，如果你每天没有化，然后每天没有化，然后可是你又说我怎么化都化不好啊，你都没练习，当然化不好啊，对不对？嗯、一定有差嘛。
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练习。然后为什么要介绍这些简单的东西跟好用开架的东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暑假了，就是希望这些大学生啊都可以就是入手简单又好用的化妆品，然后或者是给大家就是你平常就有在化妆，可是你可能平常都买很贵的东西，然后觉得哦眼影盘都1000多块，好贵哦，怎么办？其实开架真的有很多很好用的东西，对。然后我超喜欢屈臣氏一个件事情，就是我前几天在西门町，我男朋友在那边给稿，你知道吗？在那边帮我这样挑挑挑挑挑，我说你到底在干嘛？他说你眉毛上面有东西啊，就说我眉毛卡了一个东西，嗯，然后抠完之后，然后他就笑我，嗯，因为我眉毛缺了一个洞，为什么？因为他就抠抠抠抠在那里，然后就把眉毛弄掉了，眉笔那个弄掉了。嗯，然后就我就跟他，我们就在西门町嘛，走走走，我就走到六号出口前面，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去屈臣氏画眉毛。嗯，所以我就进去补妆。所以就哦，对，但我但我不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去那边真的为了化妆或者为了要干嘛，大家去一定就是你想要试用看看那个东西，然后决定你要不要买这个东西，不要用贪小便宜的心态，好不好？我超怕人家用贪小便宜的心态在那个，嗯，对。但是贪小便宜要贪的不要很奇怪，这样子，因为你如果真的每天都不化，每天在家里都不买，然后每天去屈臣氏化妆也很奇怪、啊。真的很多人用过。对，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真的要每次都去试。然后如果你在屈臣氏试口红。嗯，一定要，你那小时候擦在那个大概30000个人擦过那个口红吧？嗯，怎么办？你就把它先在手上先涂一层涂掉，哦，然后用手沾，哦，再上嘴巴，嗯，不要直接，不要直接这样拿来用，你不知道前一个人到底亲了谁，擦了谁、嗯，还是他到底嘴巴有没有长疱疹？嗯，对，因为疱疹是会传染的，嗯嗯，对对对，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说，你千万不要想说哦我去屈臣氏我就随便花，千万不要，好不好？尤其是口红，我超 care 口红这件事。嗯、然后我的试色，我通常也不一定是试在嘴巴上，我会先试在手上，嗯、去决定它好不好看才买、嗯。对，好，我们下眼影刷完之后，我们赶快来刷下睫毛。它上面哦，一样哦，用睫毛打底膏，稍微刷一刷。然后我们再来用下睫毛，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那个刚刚那个恋爱魔镜的梳子的睫毛膏、嗯。为什么？因为下睫毛短短的、嗯，这个梳子刚好可以梳过去。对，它有短短的头。对。然后又有纤长的效果。你刷下睫毛的时候会不会有个很奇怪的表情？会，一定会这样。对，一定要一定要这样，这样才刷的。也是嘴巴还有。对啊，一定要这样才会刷的好啊，因为你要就是，那是一个很奇怪，谁都会。对，你们一定也会，不要骗。谁不会这样？我才不相信嘞。对啊，好。然后我们这边刷完之后呢，一样不要刷得太浓厚、嗯、我们就是简单刷就好。在上面哦。好，刷完之后我们再来刷下睫毛膏。梳子的好处就是它反而更不会结块。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也很好用。这新手入门真的超好用的，对啊，超推，嗯，而且比较不会有挫败感。对，其实新手最大的问题就是挫败感。对，好，如果你晕到下面一点点，赶快拿棉花棒推一推。好，当你推了之后，你的下睫毛是不是就会被你弄到？哎呦，有点小结块了，怎么办、嗯？梳子就是拿出来用的时候了。嗯，短短的这边呢，你就可以把它梳开，看上面哦。就可以把它梳开，好，这边也可以梳开，如果有纠结的地方就可以把它梳开，好，这样就会有一个自然的下睫毛、哦、对、嗯、然后如果万一真的真的还有结块、嗯、怎么办？拿一只小镊子，像这样的小镊子，好不好？
然后你就在你的睫毛根部的位置轻轻的这样子轻轻抓，把那个小小的结块的那个蟑螂脚的地方抓掉，嗯，它就不会黑黑一球在那边，嗯，对。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腮红。腮红我前阵子一直跟大家讲说我去韩国玩嘛，然后反正我就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嗯，对，我就是去乱买化妆品啊，嗯，很爽，乱买。好，然后前阵子很流行紫色的腮红。其实紫色腮红最早以前我看到的植村秀算非常非常经典，就是植村秀的紫色腮。你说是打苹果肌吗？类似，就是这边。哦。对，那紫色它就是一个淡淡的肤色，嗯，但擦上去有一个淡淡的粉粉的颜色，嗯，可是又不会像一般腮红那么两球的感觉，嗯嗯嗯，对。那为什么今天选紫色？第一个，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平常很少化妆，嗯，所以我们用一个这种淡淡的接近肤色，嗯，腮红的颜色，然后稍微刷在这边，让它有一点点颜色效果就好。嗯，好。这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的眼下开始出现干的问题了。嗯，没错，就是他讲的眼下很容易干。嗯，那怎么办？往上看哦，我们把它稍微眼纹路的地方稍微推一推，就不会有。哦，对。好，同时呢，其实两边比较起来，用手推的这边，嗯，比较多细纹，左边比较没有那么多细纹，也就是说用遮瑕刷一定比较贴，哦，用手没有办法那么服帖，让大家明白吗？嗯，对，好，当你推一推觉得哎呦还是有点掉了怎么办，那我们就补一点点就好，那你就沾在手上，真的是一点点哦，嗯，然后用刷子，好吧，真的是一点点，千万不要多，遮在黑眼圈的位置。所以为什么要用刷子？刷子真的比较好用。虽然大家都说啊，可是我手很卡什么的，啊，要练习啦。总之就是要练习啦。然后大家都最近有人问我说，遮瑕刷是什么牌子？遮瑕刷是肌肤之钥。嗯嗯嗯。可是它单价有点高，嗯，对。但是如果你有预算，我觉得可以入手，因为我觉得它算遮瑕刷里面非常好用。然后它可以当粉底刷，像我刚刚不是这样刷你的鼻子吗？嗯，对。或者是我今天如果有粉底，嗯，我也可以这样擦。像或者是像我们刚刚的那个隔离霜，嗯，那个滴霜，你也可以就是把它挤在手上，然后用小刷子。沾取完之后，然后就这样刷，嗯，像粉底刷一样这样刷，也可以。对，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粉底刷，嗯，对。所以其实就是它非常服帖，而且它的毛细生真的很好，嗯，对啊。像这样稍微刷，而且就是妆真的会比较贴。然后我后来现在都习惯粉底打完之后会用这个遮瑕刷，嗯，稍微补一点点在鼻翼，粉底补一点点在鼻翼啊，或者是嘴角、下巴，嘴角也很容易，对对，所以其实真的非常好用，嗯，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腮红，就是拿一支腮红刷，好不好？跟紫色的，今天介绍的是紫色的腮红。腮红是 APU 的，是一个就是韩国的牌子，嗯，对。然后 APU 红的是一支唇釉，它有一支口红非常红，嗯，然后它很便宜，对。用腮红修容，对，大家都会讲说，那丁丁我的腮红要斜着刷，还是要画在苹果肌上，嗯，还是要画在什么位置，嗯。好，第一个像比如说像自己好了，我们针对前面自己的脸型其实很瘦，也就是说我现在画斜的这样上来的时候呢，嗯，我会把你的脸型整个往上拉长，会更瘦，会看起来更瘦，嗯。那这个适用在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像我脸真的比较肉，嗯，我就可以刷一点斜斜的，会有拉长效果，嗯，对。那像你的脸，其实你的脸下巴是尖的，好吗？这边是尖的，因为你画斜的时候就会把这边都拉长，嗯，对。
那你现在下巴是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平的刷就好，因为如果我还是觉得女生要看起来有点浮有点要有一点点浮相会比较好看，不能看起来太瘦，太瘦就是婆婆不会喜欢你的那种样子，拍心不啊？对啊，就是你知道也不能当拍心不嘛，对，所以不要看起来太尖酸刻薄。如果你很瘦又化斜的，超容易看起来尖酸刻薄。对，那因为像你比较就是稍微骨感一点，然后脸又算小，下巴也有，然后这边整个都算瘦长的。如果你又化斜的，就会看起来更掉，就会变这样。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像这样平的方式，稍微平平的刷。那腮红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你笑一下。对，好，笑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画在这个位置。为什么画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一定要笑？我以前当那个助理的时候，我师父要示范化妆。然后说，我们现在要画腮红咯，那要叫我笑，一定要笑这样。就一定要把这两个弄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这样画，画完之后，对不对？我这样画完之后，它就会在鼻翼的下面。那我腮红如果你要撑起来，对不对？对，腮红如果你画在来我鼻下，画腮红如果你画在鼻翼的下面，你的脸就会垮下来。对，所以你一定要翘起来，然后画在这个位置。好，放下来，它就在这边，它就不会掉在鼻翼下。好不好？很多我其实看到很多新娘秘书，那个新娘脸都是这样子。对，当然很多新娘的艺术非常厉害，我千万不能得罪人，好不好？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不好？然后你们有没有分享？有没有按赞？粉丝团按赞，直播按赞，分享影片。今天要送口红，而且是我自己带来送给大家的口红，是我自己平常都会用的口红。对，好不好？你们分享，然后问问题的大家。好不好？要认真的问问题，然后那个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的牙齿哦，是假的，全部假，全瓷冠前面四颗。因为小时候爱吃糖就坏掉了。对，全瓷冠多少钱？10000。全瓷冠10000，超贵，35000一颗。超贵，但是用的好值得啦。对，好，我觉得牙齿超重要，因为我妹妹非常爱吃糖，然后牙齿就烂光光。对，圆脸怎么上腮红？圆脸就是画斜斜的，你就可以把脸变成这样瘦瘦长长的。对，如果你脸很瘦，就是画平平的，或是画圆圆的，就是圆圆的画也可以。好，或平平的话也可以啊，不要再画这样，因为你这样子自己就会变这样。对，这样懂意思吗？圆脸的话就是斜的，你就可以拉长这样子。好，然后刚刚这边有稍微画了一点点淡淡的，其实就开始有一点点颜色了。对，你看我们 model 非常专业，马上笑了。应该的。好，另外一边我们也稍微刷上去，那我们。薄薄刷就好，我们也不要刷的非常多，因为刚一直在讲自己平常不化妆，现在对她的妆来讲已经超多了，多到不行了。对，好，然后都画完了之后呢，腮红也结束了，我们要来上口红了。对，口红的话呢，我其实大家如果前面上了护唇膏，对，那就没有问题，好不好？一定要上一点护唇膏。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叫，也是佩丽佩拉，跟刚刚那个睫毛膏一样的牌子。然后他们家也是超红，然后台湾买得到，因为我的这两支睫毛膏在台湾买的，只是这支在韩国买，这支是5号色。然后我那时候买了很多支，颜色非常的 gorgeous，可爱。对，然后它是雾面，而且它主打雾面，持久。对，所以就是你不用一直补妆。对，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上？我上礼拜好像也是介绍这支因为那个上礼拜也是要因为要持久嘛，就是海边，所以我也是介绍同一支。
Etude House 的睫毛膏用哪一个？它有两款，一个是浓密，一个是浓密啊，绿色跟红色好了。绿色是纤长，红色是卷翘。它只是一个透明的睫毛膏，它不是像睫毛膏的，不是黑色那种睫毛膏，它只是打底的这样子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不太一样。嗯、然后我记得台湾好像没有卖绿色，嗯，我忘记好像台湾有一支没有卖啦。对，反正就是你们，我觉得两支都可以，两支都很好用，两支都可以买、嗯，两支的用意都一样，只是绿色的多了纤维，红色的没有纤维。哦、对，我刚用的是有红色的是没有纤维的，因为我不想让你的太夸张。嗯嗯嗯嗯、对。所以我帮你用的是透明的，那它两个的刷头也不太一样，这个就是一般的刷头，嗯，然后绿色的话就是弯曲的刷头，嗯，对，然后它多了一个纤维的毛，看到了，这样镜头看得到吗？这样镜头看得到吗？这个就是有一个那个，然后一堆小毛，哎，我这样好像手长了胸毛，嗯、对，好不好？就是像这样。然后有看得到吗？小小的小细毛。嗯。好，因为我们这台看得到，嗯、这台看得到。哎，手要举很直了吗？哎，我手好脏哦，大家不要介意，因为刚一直在试颜色给大家看。我们看得到上面会有很多的纤维毛，然后那个毛啊。就是很小啦，就是像我们的纤长睫毛膏一样的，就是有细毛在上面。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大家有看到吗？在这边，有没有小细毛，黑黑一点一点。嗯，对，就是这个，它就是绿色的，里面就是有这个纤维毛啊。如果是红色的就没有啊，你就看你的睫毛的量去，睫毛的量就不会不影响，对。不是画你脸上，哎、欸，我画在他脸上的手可是很干净的，只有手背而已。我刚刚可是有先去洗手的哦。好，然后我们最后要来上唇膏了吧？嗯。佩丽佩拉五号，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现在大家我觉得最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流行咬唇妆、咬唇妆了、嗯，大家不要再迷失在咬唇妆这件事情上面、嗯。对，还不如找好看的颜色，好不好？Paper 这支颜色啊，其实蛮可爱的，对，就是比较俏皮一点的颜色，然后它比较持久。Oh. 然后如果像你刚刚讲说，因为我刚刚问 ZZ 说他平常都擦红色，嗯，对，那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先上一点点这个，先让你看一下你头那个年轻的粉嫩唇，对。好，它就是一个淡淡粉粉的颜色，然后应该抿一下，其实不会太干，然后它是有点微雾面的，它是有点雾面的唇膏，嗯，对，然后颜色其实非常的好看，然后它有点，你抿抿看，它有一点，滑滑的，对，滑滑的，有点丝绒的感觉，嗯、对不对？嗯，对。唇膏颜色该怎么选、嗯？如果你很黑，我不建议你选择太亮的颜色。然后唇膏刚开始画唇膏，一定会觉得自己长得很奇怪。像我以前画红唇、画有颜色的唇，我都觉得我自己长得超奇怪。然后因为像我嘴巴其实偏小，嗯，小嘴巴。对，所以有时候觉得画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嗯，那怎么开始练习？就是从肤色。嗯，然后开始慢慢，就是从裸色系淡粉色，深一点点的粉、嗯，然后再叠深一点点的红，嗯、暗红色，慢慢的加，你就会找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颜色。皮肤太黑，不要选亮桃红、亮橘，你可以选深一点的橘，或深一点的、深一点的红，或者是裸色，就是粉嫩色、干燥玫瑰色啊、这种。这样子会比较好，
这一款就是主打持久性，所以它没有那么容易掉色。对，那好，我们让自己看了自己小可爱的颜色之后，我们现在帮他上一个他习惯的颜色，好不好？我们就帮他上一个红色，就是今天要送的口红。你们有分享，有按赞，我就送你口红，好不好？然后口红的话，你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好不好？口红就是涂在嘴唇上，技巧就是嘴唇不要太干，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用唇笔来上。你说你平常都上深红色，那这个你应该会比较习惯一些些。对，它算蛮红的一个亮红，很血色的一个红。对。然后如果你刚刚叠的那个的话，你这现在这个颜色就更不容易掉了。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底下叠一个比较不会掉色的，然后下面上面再叠一个红一点的你想要的颜色，啊，因为你要的红其实很红，所以底色基本上不太影响你的颜色，对，所以你可以叠一个比较持重的，或者是你也可以买一个就是粉嫩色的那种，然后叠在下面。哦，所以如果外面第二层是油性的话，它会比较持久。应该是说我们的底层的那一个是比较持久的，所以那我们的外层，我就算现在，现在你现在如果喝了饮料，那你的底色还有一个淡粉红色在，就不会完全没有保护的那个，算是一个底色在里面的感觉，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帮他上一个他平常习惯的颜色。老师试的颜色是送的吗？送的颜色是随机，但是有好几个颜色，有深红色，有暗红色，对，深红色，有亮红色，桃红色，橘色，有好几个颜色。对，因为随机送，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会抽到的是哪一个，这样子。对，好，那我们现在都上完之后差不多。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希望我的口红真的完全不要掉色，怎么办？上次还有介绍这个口红雨衣，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它就是一个，它是日本，今天可以讲，因为它是日本开价的东西。然后它叫做口红雨衣，它是干嘛的？它是就是为了让你的口红不沾杯，让你的口红比较持久，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然后它挤出来是一个透明的颜色，像护唇膏一样。对，像透明唇膏。那你要怎么用？你就是用你的手，然后使用前一定要摇一摇，好不好？使用前一定要摇一摇。怎么用？有人用点的，不能用点的。一定要用擦的，就像这样擦。对，好，好，擦好之后我们就等它一下下。所以我喝饮料啊什么我还是要讲，如果你要说它完全不掉色，不可能。哦，但是它可以让你延缓掉色的时间。比如说，好，我现在如果擦一个口红，我们看，我现在假设擦口红在我的手上，这样擦，很厚了吧？对，擦了超多口红在我手上。好，我现在像我的嘴巴像唇一样，它就会变这样。对，好。那我刚刚擦了口红雨衣，所以我现在，等一下，你闭着，对，它就变得很淡，跟刚刚的比起来，有没有？就有差别，差很多哎。对，这边是上了口红雨衣的，这边是没有上的，所以其实差别就会差很多，对，所以这个也超推，而且因为日本卖超好啊，对，所以台湾买不到，
但代购可以。网络上超多，爆炸多。对，你们叫朋友买也买得到，日本那么好买。对，日本开价，好不好？对，药妆店应该也都有吧？有，它就在日本药妆就有。对，我觉得非常好用。对啊，那自己今天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很正啊。很好很好，你觉得你很正就好。我希望你下一集来那个没有眉毛的时候，好，敬请也可以这么有自信，好不好？那对啊，因为毕竟下一集要来，还要没有眉毛。嗯，对啊。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脸书上面留言，我也可以，我也会去回你们，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来留言，然后记得帮我们的粉丝团按赞，然后我的粉丝团按赞，然后直播按赞，还有直播分享，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不管是在我们的官方脸书，还是在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其实都联络得到我，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我，不用害羞这样子。那开价彩妆。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的，然后好用的，对啊，你应该等一下回去屈臣氏，会再买一些睫毛膏吧，会再买一些睫毛膏，好，希望打开你的睫毛膏之路。其实你超适合擦睫毛膏的，因为你上下睫毛都对很有，对，因为我手残，所以我真的比较需要。刚那一次 OK 好，那礼拜六了，刚刚有那个同学说礼拜六七七折啊。哦，对对对，对啊，你可以哎，明天就礼拜六，明天或者是你等一下先去吃个饭，然后玩一下，十二点过后，对，好啊，就没有大妈，就十二点就是明天，然后又没有大妈，对，又没有大妈，然后也不会有人吵你，然后又没有观光客，也没有一堆人在旁边跟你挤着试产品，对。对，等一下就是先去东区玩一下，东区那间屈臣氏也是24小时，对，而且二楼开价彩妆超多，对，超级多，对，嗯，好不好？那明天常常有488打85折，开价打77折，你看，就是你们真的很棒，你们都是才华的孩子，你们真的很棒，77折哦，对啊。488打85折哦， oh. 然后开价再打77折哦，因为开价平常是打85折哦， oh. 对，所以如果点数还可以6倍，好，好 ，OK。哎，你在屈臣氏上班是不是？你老实说，你在哪一间？是上班、啊，是不是瑞丰？刚是他讲瑞丰吗？对，对，就你就在瑞丰夜市上班，对不对？因为那个哦，我跟你说，我上次也是介绍屈臣氏的彩妆。然后有一个妹妹跟我说，丁丁那个礼拜六屈臣氏有77折，你可以礼拜六再去买哦，因为我之前在屈臣氏上班，所以我都会知道啊，你就不要现在去买，因为现在去买有点贵哦，对，所以哦，他们才是真的屈臣氏的老顾客，对对，哎、欸，可是你知道我遇到那些大妈啊，或者是观光客的时候，我超想干嘛，你知道吗？他们每次结账的时候，然后店员都会问他说：“有会员吗？有没有？”然后我就会很想在旁边报，有0989开始报电话，你知道吗？很希望他们把那个点数全部挤来我这边，因为屈臣氏可以那个、啊，可以累积点数，然后好像是折抵，是不是？我忘了。对，就是他可以直接点数这样子。还有折价50上我买。还有这样，哎，你真的没有屈臣氏 VIP 不对，好不好？谢谢你，我等一下直接先送你一支，我不用抽我就送你，你今天从头跟到尾，对，真的很感人呢，马上一支，好不好？直接就送你一支，屈臣氏网还有折价哦，网络买还有折价50啦，哎，要买要快哦，就在明天。好啦，就是明天大家一起去屈臣氏逛街，好不好？明天不会遇到大妈，明天可能会遇到 Z， 也可能会遇到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打个笑嗨嗨呢。首次购买加码100折价券，是说网路的吗？你是说网路的吗？好像是哦，好像是，嗯嗯。哦，好好，我等一下回去开始买。好啦，我们谢谢 Z， 然后也谢谢你们。
在直播前面就是陪着我，然后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学到东西，然后更多的美妆资讯，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关注我们的直播台，然后粉丝专页好不好，记得按赞然后分享好不好，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讯息哦，或者是你从你如果刚刚没有看到直播的人，你现在等一下可以重复看，重复看了之后你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下次见，下次下礼拜要再见，下礼拜，对，下礼拜看到没有眉毛的 Z， 对，下礼拜我们一起期待没有眉毛的 Z， 拜拜。